剪头啊，相当剪头。他需要照一下。刚刚前面说我说他言而守信，我说对，说今天轻松一点活动一下，应该说是近一段时间最轻松的一堂课了。对，那天我也看了一下，其实应该说七次参加世锦赛中国运动员现在没有，就我一个，那么其实世界上也没几个，就其实也就是接近七次，也就是像霍思祖，包括美国的一百氧奥运会冠军的 Matt， 然后反正一些都是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可能加起来也就大概十个不到左右，是参加过七届八届甚至更长。我想对我来说当然是每一个环节是肯定是非常熟悉了，但是我想能坚持到现在这样其实对自己是个鼓励，我想对身边的队友，然后包括特别是对对手，我想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慑，因为能参加七届说明我每天的训练和每天的强度可以保持在这么一个高水平上面，如果我不行我肯定我不会来参加的。就是现在因为刚刚从香港过来，然后中间一天半两天一个调整，那么也说了后面几天慢慢有一个恢复，然后到赛前可能会再最多上个一到两堂课，稍微冲一下，然后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一个健康，现在主要就是对，应该还可以吧。这个首先我们教练有信心，包括队员有信心，这个争取能够在这次广州世锦赛上能够有较好的表现。重点还是先保二十。因为第一天是400，第二天这个200预赛，第三天是200决赛。那么因为重点我们还是200、400这个要去努力争取。那么至于800，我们因为第三天的上午预赛，所以先我们确保这两个项目去争取。